台湾号称 Formosa 美丽之岛，听过好食好玩的嘢特别多。Coco 今次特别嚟到台湾，带你见识最地道嘅台湾。快啲跟紧你嘅脚步，擘大你只眼，准备好你嘅筷子，跟住 Coco 一齐去寻找台湾好味道。现在在拍卖，在拍卖，哎，对，什么拍卖啊？鱼多的话，它会从低价开始买；鱼少的话，它会从高价开始买。那这个整个市场那么多店家，他们是在同一时间拍卖，还是说有分开这个几点到几点？没有没有，同一个时间拍卖。同一个时间，哦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呢度所有嘅780,000，即系港币咧100多蚊，唔够200蚊啊，好平啊！好开心啊，我买到鱼啦！呢一条差唔多200米嘅海鲜街，乜都有得卖。虽然咧每日只系夜晚开档，大批嘅人潮竟然能够创造出每日交易成1,000,000嘅佳绩。而最令人心动嘅咧，仲系呢度平到不可思议嘅价钱，连最上等嘅鱼生都唔例外啊！哇，沙司面啊！哇，呢个系咪传说中鱼市场新鲜嘅沙司面啊？老板，那这个是上等的那个旗鱼沙司面，可以现吃。对，真的就现在这样吃哦。对啊，然后而且都好哦，它切得好厚哦，好像砖头一样哎。哇，好靓啊！好似嗰啲咧最上等嘅拖肉啊。这个在日本料理店，对，这样子要卖多少钱？这样差不多要1,200、1,500左右。那个油花那么多，你看，好感动啊！都亮亮的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吃啊，好新鲜啊、嗯！对啊，很香哦，又滑滑的啊、哦！好滑啊！虽然咧，我已经喺呢个鱼市场行咗成粒钟，已经闻到好多鱼味、海鲜味，但系呢、这个。
成千萬咁多啊！呢啲魚咧，你睇佢咁細條啊，一陣間賣曬出去啊，就全部變咗 money 入咗嚟噶。所以咧，我哋新年第一日，大家見到咁多魚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年年有餘，財源滾滾啊！有丰富海洋资源的基隆市，周围都飘住浓浓的海鲜味。不要以为基隆只有海鲜才有睇头啊！一间位于码头旁边的牛肉面店，他们的牛肉香真的飘到千里之外，唔怪之连外地人都慕名而来啦。在台湾咧，周围都有得买牛肉面，好吃的牛肉面一啲都不稀奇。但系咧，你有冇试过在防空洞里面吃牛肉面呢？好像咁样的山洞。在基隆呢度咧，就有一間牛肉麵咧，喺呢啲咁嘅山洞裏邊賣嘅。唔單止係冬暖夏涼啦，而且啲牛肉麵好好味，所以可以話係創造咗一個牛肉麵嘅神話。快啲去試一下！呢個都冇位添。老闆，我想要那個一個牛肉麵。啊，你裡面坐，裡面坐。啊，不要問啦。啊，我幫我拿。等我嗌完嘅就叫我坐咯，因为生意太好啦，佢太忙啦。有位快啲坐啊，一间位都冇啦，心急啊！老板，你唔知拎啲咩好嘢嚟俾我食咧？系小姐，虾我。谢谢。哇，你睇下呢一碗面啊，嗰啲汤咧系红色嘅，个面咧白雪雪，上面铺满晒啲牛肉啊。有啲綠色嘅葱花喺度，真係睇都覺得靚啊，好似件藝術品咁樣。跟住咧，好香嘅牛肉味啊，仲有少少酒味添喎，要你試一下啦。呢個係精華，牛肉味，唔知咧有少少酒味，有少少酸酸甜甜咁样，软地嘅。好，跟住咧食嚿肉先。好 Q 啊！同我平时食嗰啲牛肉面唔同啊，跟住到咧好 Q 喎，但系又唔会硬啊，好香啊，弹牙噶。好味啊！跟住試下啲面，哇！呢啲面咧，你手感就已經覺得係好 Q 噶啦。每一條咬落去咧，都係有口感嘅，係每一啖咧都係享受嚟噶，同埋全部啱啱烘熟咗啲牛肉汁，好味啊！好香好滑啊，又腍喎。好嘅牛肉啊！点解红色嘅咧？因为呢一间铺头嘅特色咧，就系将啲牛肉咧系用啲红糟热过先至煮嘅，所以佢嘅汤头入边咧都系有红糟嘅。咁呢啲红糟咧就令到呢个牛肉咧有好特别嘅香味，同埋好嫩滑咯。咁呢一样嘢咧，又令到个汤头咧有少少嘅酒香味，咁特别，先至咧令到呢个面加牛肉面成为咗牛肉面嘅传奇啊！呢一碗超级诱人嘅牛肉面，虽然隐身喺路边一个睇你唔起眼嘅铺头仔之中，但系咧，无论你系大老板定系码头工人，全部都拜到系佢迷人嘅滋味之下，乖乖地排队等面食。呢一个时候，边个咧都会大叫一声：，哇！乜都带翻晒啦！其实咧，呢间铺头咧。你初初入嚟，你可能會覺得咦點解咁嘅？因為你喺廚房又唔似廚房咁逼咁咁簡單。出邊個餐廳咧，其實都唔係餐廳嚟嘅，係個山窿咁樣，大家就坐喺度。最簡單不過嘅一間鋪頭咧，你會覺得係咪好食㗎？但係咧咁簡單，但係咁多人食喎，咁就一定係好味㗎啦。所以所有嘅秘密全部喺曬度啊！老闆，你好。喂，你很忙誒，這個湯。好特别哦，好吃的秘密在哪里啊？就在你身后。